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纪念京剧大师李多奎、李派金胡创始人周文贵传统大戏经典唱段名家演唱会的现场。艺术是相通的，如果说京剧是通过声音、表演和动作来塑造人物，那么绘画呢，则是通过色彩、线条来展现出创作者的心灵世界。是的，我们今天的纪念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来自书画界的朋友们用他们的作品表达了对今天演出的祝贺。有请主办方代表宋庆龄基金会环球慈善出品人鲁波上台接受赠画仪式，掌声欢迎。好，我们到这边看。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书法家冯京元先生创作的书法作品。好，接下来请大家来观赏的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一组书画，书画家金大钧先生创作的万紫千红。接下来大家将要看到的是爱新觉罗恒德先生的厚德载物。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叶赫那拉后人满汉书法家童振海先生创作的书法作品，有请。最后我们请上的是油画大家周颖超先生的作品。周颖超先生是享誉国内国际的油画家，他的作品获得了法国戴高乐最高奖。这幅是新娘，第二幅颜如玉，最后一幅，大家请上这里看，是一幅大型的作品《火的舞者》。好。
之作。那么接下来呢，由宋庆龄基金会环球慈善出品人鲁波女士为大家讲几句话。尊敬的各位领导和艺术家们，亲爱的天津的观众，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欢迎大家到这里，到现场来观看我们的传统艺术。刚才我们的艺术家们为我们献上了一场这个非常优秀的演唱，刚才我们的艺术家们又为我们送上，为我们这个晚会送上了他们最棒的作品。所以呢，我今天也代表主办方，代表环球慈善，代表环球正源，给大家宣布一个更加令人高兴的消息，请大家留好了您手里的票。咱们会有，就是有三张票是咱们有一个国际旅游，所以今天到场的朋友，你们有福了。咱们的票呢会有，就是既然是说我们这场晚会嘛，首先呢是传承我们的这个京粹，国粹京剧，同时来说呢，我们也想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这三张票大家手里头拿好了，并且来说呢，您能有，是您或者您的朋友能够会拉一段，由我们王志林老师来做终审的裁判，如果您会唱一段花脸，由咱们的康万生老师来做裁判，如果有幸您能是唱一段老旦，那咱们吕新老师将是您的裁判。所以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留好票，元旦之前我们揭晓结果，请大家关注咱们天津的中国大戏院的节目。好，谢谢鲁波女士。好，谢谢。好，感谢我们的主办方，谢谢。好，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书画界的朋友们对于京剧的关注和支持。中国有句老话叫礼尚往来，那我想对他们最好的感谢，那就是送上这个精彩的京剧唱段了。没错，经典的名段轮番唱响，下面刚才呢我们请吕新老师是稍事休息，再次有请德高望重的康万生先生闪亮登场，为大家一唱就是三出，我起个头，大家一起来说探探黄陵，楚三害，铡，你看都知道探黄陵、楚三害、铡美案当中的经典唱段，有请康老师，有请。好，
有太之泪，叫流亡。两臂是一两根